看啊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我们看见职场就是一个很大的和场，我是相信职场的弟兄姊妹是要觉醒，知道自己尊贵的身份，明白被呼召、被拣选、被差遣到每一个岗位，代表耶稣推进神的国，引进复兴，众职场兴起，祝福香港100天敬拜祷告运动，3月24日开始到7月1日，100日，职场中神的儿女会一同呼求耶稣转化七山，转化每个界别，转化整个职场，让神的国度降临。今日我邀请大家参与100天的祷告运动，一同转化职场，转化香港。